葛罗里，我看叫格瑞娜是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妈，撕下，好撕下，不是，我把头发放在后面了。转一圈，后面怎么样？就是这样。我怎么给你看我的背？这样子吧。哎，侧颅了，他都侧边了。兄弟对话有我看到，感谢聊天室地震吗？刚才你妈变 gank，Hello 一二三 ，Hello 班友晚上好。半蹲哦，半蹲好。用贝贝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贝贝，你说什么？泡泡来个。你对，这个大背很色，真的太明显了，太酷，你没有看错。你先去急诊室了。我这样。哦，有了。那我要开始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叫什么？哦，好，任务名称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摇一下。辛苦你了，哎，叫做什么？格丽娜，可以先看我表演吗？先看表演。好，开始喽！我开始喽！我自己来看一下，我自己打开。好，摇什么？你们真的毫不留情的在骂我哎！天哪！那边怎么那么多洞啊？我刚刚很，好像修好了，什么东西修好了？有了之后觉得有日文就用，但中文感觉比较适合。怎么说比较适合？哎，我快被打死了！哦，今天看 YT 影片，之前 bug， 我要去上厕所。先跟椅子主播，你们先跟椅子主播聊天一下。安全晚安。刚刚失败了，可是我正好容易死掉，这边好危险。哎呦！要打怪物吗？你直接站在终点有用吗？还是要我去站在终点？非常甩啊脸呢、欸，好可怕哦！也会变形啊。因为他之前发神经，就是边走边跑边吃边把我便当吃掉，然后最后他给我说：“好了，还你啊！”然后我开那个便当盒，就我妈一个干啊，我的饭跟菜我都没了，啊，就被他吃光了。九分钟喽。分钟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九分钟了，怎么弄？发现另外一面了。不觉得我现在讲话都是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Hello 12020 ，Hello 是先生，谢谢 Hello 是 Follow。初见安安，波波利又把你带来了哎、欸，谢谢波波利主播哎、欸，放一下拜托，你确定吗？非常欢迎大家来贝贝的频道。嗯、稍微这样 ，OK， 躺着，然后手机敲在地上，所以你手。